我今天目标就是把这首歌呢，这首歌叫做《菊花台》。我今天目标就是把它弹，把这首《菊花台》的那个弹成，让大家听不出来这是《菊花台》。走越多音越好，这样比较没有压力，不然就没有，我也没有场练习，也没有。谢谢。得过对了。这是他舒压的方法，请大家多多包涵。这是我们第一次合体。11月台北市长选举，你要投给谁？不知道，就谁对人民好就投给谁。台北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台北的未来在我手中，台北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台北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台北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台北的未来在我手中。他为你守候，他为你守梦，他是台北的未来，你手中。从1994年出生到现在，从出生到大学开始谈恋爱，坚持20多年，从来不意外。现在他要参选，怎么不期待？他要到台北，更是感到骄傲。年轻人的未来，不再感到骄傲。他哭的是人民，而不是钞票，将所有外流人才全部留在宝岛。台北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台北的未来在我手中，台北的未来在丁手中，台北的未来在丁手中，台北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台北的未来在我手中，帮你守梦，帮你守梦，他是台北的未来，丁手中。大家好，我是台北市长参选的丁守中，我坚持就是要让台北更好，让我们一起携手，让台北更美、更安全、更坚强。台北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台北的未来在我手中，台北的未来在丁手中，台北的未来在丁手中，台北的未来在你手中啊！台北的未来在我手中，他为你守候，他为你守梦，他是台北的未来，丁手中。台北的未来在柯文哲手中。Gracias.